等一下，你那个游戏的那个啊，游戏的那个金额啊，刚刚不是开奖？对啊，啊那要那奖金要还给我啊，要转账还给我啊。好了，你要趴着还是坐着？来，先对他的，我坐着就好，坐着就好。来，身上毛巾，你的身份证呢？蹲着，我不会倒。蹲着，不要蹲着。等一下，你的身份证呢？在包包里面。你的包包在哪里？先不在搜索。是我的身份证。先把那车钥匙拿出来。我要不在搜索。你统计不行。三秒钟你自己不会不知道啊。你清除地检通缉毒品妨害防治条例了啊，还有妨害性自主啊，还有侵占。来，他那个钱跟他点一下。